最近啊，天下不平安，不管是天灾人祸，都是在不调中啊。很多人现在为了四川，用心在付出，想尽办法往山里面要救人呐、啊，这都是呢爱心的能量哦。所以啊，社会的祥和是人与人之间的爱的能量。那社会不调，国度乱象啊，也是人呐、啊。一念心不调，所以救世要从救心开始，希望人人的心安住下来，平静心啊，回归啦人的善念啊，尽管有灾难呐、啊，和和复兴。这样的灾难过后呢，那就是温馨祥和的社会。